要出现在剧院里发当中的张嘉伦的天津星。而当时那个天津呢，代表的是天上的一个又一个，与天津这座城市的由来并无直接关联。要说到天津这座城市的由来，要追溯到明朝初年。明朝初年，朱元璋并没有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。